快点。好。医生。人家说，女儿是爸爸的前世情人。我爸爸的前世情人有两个。以后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手，然后每一个礼拜都要整理房间一次。这个礼拜就不带你们出去玩了。但被捧在手心上的不是我，而是姐姐。忘了，回来第一件事情做什么？洗手。快去洗。哦。洗干净点啊。哦。我怀疑我根本不是亲妹妹。口罩戴上。你很啰嗦哎，什么都那么关心我啦？我自己身体有自己的骨。杨新纯，你是不是又进我房间？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不要乱进我房间动我东西呀！我没有乱动你的东西。怎么没有？态度可不可以好一点？你什么样子啊？自己房间乱七八糟的，你姐姐帮你收拾一下，你不会谢谢你姐姐啊？我房间乱是我自己的事啊，等到我可以赚钱，我就要搬出这个家，你们大可以不用管我。是爸爸写的一封信。祝你生日快乐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偷袭我！你偷袭我啊！你偷袭我啊！你偷袭我！志新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，妈咪啊，妹妹不舒服。志新诊断有气喘问题，家里要多注意环境清洁，还有尘螨问题。我们不能让志新再发生第二次了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我们的小宝贝。原来我这几年都大错特错了，其实我才是家里的小公主。Thank you.
原来这一切我都觉得是这么的理所当然。从何时开始父代母职，为了这个家忙碌奔波？我爸爸已经变得这么老了。时候开始，我们对家人说话毫不保留。没有啊，但父母给我们的爱却一直都是毫不保留。别等自己爬起来就好了吧。有一种爱是静静，也是最平常的。然而，其实你最想要的已经在身边了。爱一直都在，鳄鱼保护你。